朝气有活力的互相道早安，看到有如孙子一样的小朋友住在安养机构的爷爷奶奶都笑开怀。送爱出去，如果那个也要更认识他们。阿妈，你今天有欢喜不？有啊，有欢喜啊，小高追啊。另一边，孩子也弯腰整理机构附近的垃圾，让亲近大地成为最好玩的游戏。因为要让阿公阿嬷有一个干净的环境。孩子们这次也带来自己手做的小礼物和卡片，要送给爷爷奶奶，让这个儿童节成为付出感恩的节日。我们希望孩子他已经非常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富裕，他也非常的知足，那我们希望他更能够学会去手心向下。温馨的按摩互动，小小的手用力的捏，阿公阿嬷轻轻的手。不过这份爱的关怀早已透过心灵来交流。台视真相版志工潘贤聪、范吕昭，花莲报道。